刚刚结束哈，我知道你也很累，但是心情是不是很激动啊？特别兴奋，因为第一次有那么多那么有分量的电影制作者电影人来到我们这个county Montgomery County，这个地方我自己住了30多年，然后有他们那么的热情来这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当时的是什么样一个让您有想法会想去办这个电影节呢？这个真的是个很巧合的一个机会。我从小到大就特别爱看电影，我对这个艺术啊，有特别的那个热爱啊感觉。我自己是弹琴的，从小就有一个音乐学校，我就教了很多年，教了30多年的钢琴，然后又画国画，所以从小就特别特别的爱看电影，然后认识了Margaret Saar 沙碧红导演，然后我们两个一见如故，然后他在拍一个电影的时候呢，我就跟他特别近的那个关系，那我们就说好吧，干脆办个电影节，那就这个机缘巧合，我们就一起来那个。那就正好把你的梦想变成现实了哈。对，所以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要在 Montgomery County， 因为我自己在这里那么多年，30多年，所以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是，而且听说是也获得了当地的这个州政府，还有康体的郡政府，很多各个机构以及参议员的哈的一些支持，他们都会来到场来庆贺啊。对，我们就是很多还有别的一些政府官员都说，哎，你需不需要我们的支持啊？那我们一下子就觉得，本来是从小小的梦想，本来是想做一个小型的，现在一下子就那个做的还是比较有影响力。是，而且他们反映很多人都愿意再次来，就是觉得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招待，还有这些整个主办的这个整个，他们都会很满意，也很多互相交了朋友，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对，尤其是今年的那个开幕电影《MIFF》，一个印度电影，那个 co-producer Mark。他就说了，他说他参加过好多电影节，他的工作基本上就到处去参加这个电影节，然后就觉得特别喜欢我们这一个，因为有这个家的感觉。非常棒。那么您是不是还有信心再继续再接在明年这时候或者再办一个第二届呢？我觉得是一定的，我们希望能够每年都办下去，为这个艺术，为大家的这个梦想，再加上得到他们那么多的这个支持啊，关心跟鼓励，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愿景。好的，那最后再跟观众说一句。就希望我们能够为回归到这个人类的这个思想啊，回归那个的 Arts of Film of Art House， 能够慢慢的搭建一个平台，为大家带来更深的这个思想艺术。Hi everyone, my name is Karina Hou. I'm the co-chairman for the Montgomery Count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supporters, all the filmmakers, colleagues, friends, government officials, embassies, all the suppo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s well. So I hope we can do this as annual events, and we hope we can do it better and bigger from now. Thank you so much.